把它做好，我怎么都可以，明白？我所以我会自己跟自己较劲。Can you raise up the lead for both the three of them? Because I can't really hear it. Let me hear it again. One DB. Stacking trophies in my pocket, watching. Drinking too much like I own a liquor. 今天起来一看。6点多发的 beat， 我说啊，时间间隔这么长，他肯定没有睡，肯定是通宵赶出来的。他每天那么忙，那么辛苦，然后他还熬通宵给我们做这个事情呢，证明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重视这件事情。他不只是希望说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个很炸的东西，他希望节目播出之后，我们这首歌能够成为热单，被别人下载，被别人喜欢。我们不想让自己失望，更不想让你失望，所以我们会在这三个 B 里面敲定一个，然后在今天7点钟的时候发出来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我不希望你这样，我只想当你的爷爷。是不是又一下对自己满意了？我唱这个 B， 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好像还行。对不起，佳儿，是我们莽撞了，简直就给我洗脑了，就越听越好听，越上头，越喜欢。有点打脸，说实话，有点打脸。You are right， 你永远是对的 ，OK。我们感受到你的良苦用心了，希望你不要生气。哭了。